啊，非常感谢着咱柯安江，啊，非常感谢咱柯安江，予恁当地家己会当顺遂平安，平安传千里，啊，大家信徒会当关天下，予咱少年陪咱只大哥，啊，大家会当平安顺遂，非常感谢您，谢谢感谢。非常感谢我们华安公带这么多精彩的镜头，然后现在接下来是我们的观众组，然后欢迎你们精彩的演出。我们刚刚有镜头的古镇、龙镇、战鼓、狮镇，现在还欢迎我们的观众组带来精彩的演出，拜托，黄三百。就是我们台湾的传统文化，宫庙传统文化真的非常的帅气，我本人非常的喜欢看这类型的表演，这都是我们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，是最重要的文化，是台湾最帅气的这个，看他们非常帅气、非常英武、非常精彩的演出，来为我们穿吧。演出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动作，都是经过经年累月的练习，还有我们的经年累月的经验值，才有这么帅气的演出。哇，多么英武有力啊！
听众朋友，感谢咱观众朋友，感谢少年辈。